嗨，大家好。在去年，大概就是2月份过完年之后，我一位朋友呢，因为脚上一点破皮，然后晚上就整个红肿起来。当下呢，他也是赶快坐计程车去我们高雄荣总挂急诊啊，因为急诊大家都知道人很多，然后急诊室的医生就请我朋友说啊，你可以先回去。可是我那位朋友呢，他就坚持说，麻烦医生要帮他检查看看。结果到了隔天整个真的肿成非常严重。后来检查之后呢，确定是得了蜂窝性组织炎。那当下呢，医生也是吓到了啦，还是一样让他办理住院。那时候呢，因为我也是在荣总附近工作，所以才认识了这位朋友。当下呢，我就分享我们陈燕的迁徙前还有配人，请他。来早中晚各喝2包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对他的帮助会很大。那这位朋友的话呢，他也是很有智慧的，接受我的建议。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呢，其实整个状况已经有了改善。本来医生跟他说，你这边要做清创，而且要做植皮的手术。然后大概过了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呢，医生来看的时候也是很讶异的说，哎，怎么恢复得这么快呢？然后伤口也不用清创了，然后也不用植皮了，那缝合的时候呢，就是整个皮呢比较有弹性了，那直接就可以缝合起来，当下我这位朋友真的非常感动，那如果说今天他没有来喝我们陈燕的迁徙前啊，还有配人就是富含高植物营养素啊、高抗氧化剂还有多糖体的这些产品。可能他会比较担心的，就是说他要做植皮的这个手术啦，所以今天的话呢，真的很恭喜他那其实呢，陈燕的产品就是非常的方便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可以立即的看到一些成果让我们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产品对我们的帮助真的很大所以说。今天梦丽一直在分享营养免疫学，主要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是可以帮我们做到抵抗、清除、修补的工作。只要我们的免疫系统健全了，我们整个人在恢复上啊、体力上啊、精神上啊都可以得到帮助。希望说透过梦丽的分享呢，你也能想得到一份对你帮助比较大的保养品，让自己能够获得健康哦，谢谢大家。